Hello，向老师。终于和你见面啦，我最亲爱的夏老师，最亲爱的夏老师。我一直觉得说，其实前两天的分开也是对我们挺好的，因为如果一直都是太甜蜜、太容易获得的幸福，往往不容易被珍惜。所以说，有一些坎坷，才能让我们回头看看一路上留下的回忆是多么的可贵和美好。前段时间就是真的很累，但是这些负面能量完完全全就是说，今天和夏老师见面那个拥抱就烟消云散了。夏老师的拥抱还是挺能给小能充电的。哎呦，真是会说呢！小能，我在。你该充电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的确今天咱们在这里是看不到星星，但是没事啊，我的那颗星星已经在我身边了。就像你说的，来日方长，还有很多机会。我希望能和你一起把之后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非常非常幸福。所以今天的要求就是，希望夏老师能把昨天晚上看心动 vlog 的 reaction 重新完完全全的再演示一遍，就是让咱清楚您对这个方面的喜欢。OK，这次小能，我们明天见。其实你想看 reaction，不是那个 reaction，然后我大概给你浅浅的演示一下。手舞足蹈。希望之后的一年四季，我都能够陪在你身边。可以可以，哎，行。太可爱了，救命！哎呦，真甜，哎，真甜，齁甜。哇，这怎么了？夏老师都帮你捂过了，还嫌冷。王老师晚上好呀，王老师晚上好呀，小眼神。今天下午见到面，那个大大的拥抱没有让你很开心呀？当时我们两个撞在一起，然后拥抱，我真的会磕我自己的糖。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怎么笑这么开心？这能笑的那个隐藏酒窝都出来了。然后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王老师说的那些话，就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有被强烈的喜欢着的。那我也想说，我也会让王老师感受到我的真实想法的。所以今晚可以再来一个拥抱吗？如果 OK 的话，那你站起来说一声 OK。再听一遍吧，再听一遍吧，再听一遍。什么呀？装什么呀？没有吧？两条吗？真的有啊。小吴吗？不能是小吴。回答呢？啊？什么？啊！帮忙整理头发啊！这是什么？你好感度最高的帮他整理头发。